在线房地产租赁网站 rent.com 整理出了全国100个租房最贵的城市。总体而言，2021年至2022年间的平均租金价格有所上涨，但是呢，租金最昂贵的城市大多位于美国西部或者南部各州。根据 rent.com 的报告，几个租金最贵的城市呢，也主要是在技术中心或者附近。由于该行业的高薪和大流行期间的持续增长，导致了租金居高不下，住房供不应求。该排名基于 rent.com 在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期间一居室和两居室单元的租金的数据，仅包括人口在5万或者以上的城市。租房成本最高的城市也被分为四个区，西部、南部、东北部和中西部。大部分的租金最高的城市 58% 呢位于西海岸。在排名前100的城市中， 41% 位于加州，另外 28% 的租房成本最高的城市呢位于南部，而大部分呢集中在南部城市的 57% 位于佛罗里达州。在美国租金最高的100个城市中呢，东北部仅占 13%， 包括了新泽西州 New Jersey 的巴约恩 Bayonne 和 Massachusetts 州的 Boston， 还有剑桥和 Quincy。 只有一个中西部的城市呢进入了前100的名单，即 Chicago， 第46位，平均为$2904。以下呢是排名前10的城市。第一， New Jersey 的 Jersey City 与曼哈顿和 Hudson River 相望，在调查期间呢被评为全美租金最高的城市。报告显示， New Jersey 的平均月租金从2021年的$3308增加到了2022年的$5500，增幅为 66%。 第二呢， Boston 被列为美国租金第二高的城市，平均月租金从2021年的$4164跃升至了2022年的$4878，租金增长为 17%。第三，报告显示，加州的 Palo Alto 的租金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了两位数的上涨，达到了31%。2022年的平均月租金为$4672。第四呢，就是加州的 Glendale 的平均月租金也增长了37%，2022年达到了$4472。第五，加州的 Santa Monica 以$4357的平均月房租位居榜单的第五位，比2021年增长了15%。第六，佛罗里达州的珊瑚格市Coral Gables 的排名第六位，租金比同比增长了43%。2022年，居民平均每月支付$4310。第七，同样位于曼哈顿对面的 New Jersey 的 Hoboken 平均租金约为上涨了21%。2022年，居民平均月付租金是$4264。第八，华盛顿州的 Redmond 的租金同比大幅增长了86%，平均月租金为$4222。第九，加州的 San Diego 的租金同比增长了25.85%，平均月租金为$4202。第十，加州的新港滩 Newport Beach 以平均月租金$4178而跻身于美国最方最贵的十大城市之列。我是地产世界的陈森迪，点赞关注不迷路，地产世界来带路，我们下期再会。